神圣露西亚货运运输是一间创始已有25年的公司。我们的信念是提供给我们的客户一流的货物运输服务，提供良好的库存控制及运输优化，让我们的客户能非常安稳及信任地将任务交给我们的专业团队。对神圣露西亚运输而言，与客户维持永久密切的合作关系是如此的重要。我们最主要的目标是成为您忠实即可信任的合作伙伴。如此的工作态度，让我们能持续的成长20几年，让每个客户能毫无余力的清楚知道货物将会保证准时及安全抵达。我们不间断的提供个人化服务，一年365天24小时的为您服务。我们与众不同之处是拥有高科技设备、专业的人力团队、不间断的持续训练、高度的责任感及使命感，提供给您可信任的、有效率的高品质服务，让我们能全天候的服务您。我们对于任何客户皆以认真及绝对的专业感对待，在每个任务的任何环节加上广泛的基础建设的持续成长，来满足客户的任何需要。我们的策略位置点是位于提华纳、墨西卡利、埃莫西奥，我们的总公司位在恩西纳拉港，建筑其主要的国内及国外的运输路线，让我们能安全及有效率地提供报关行及商品的进出口贸易服务。考量到客户的安稳及商品的安全，我们的货车都有装置卫星导航系统及进度追踪卡，让我们能及时得知您的货物的位置点。同时，我们的运输人员都有配置通讯系统，能随时有效地保持联系。在我们每个位置点及周遭都有我们独有的保全系统，24小时全天候的有警卫室监控，如此保障我们的卡车及工作设备的安全性。为使运输时间能有效缩短，我们不间断地提升基础建设，来使我们的团队能保持在优良的条件，来达到货品能准时抵达的保证。我们不断地在寻找更好的服务，我们正在发展一个面积8公顷的复合式基地，位于 Ensenada 往 Tecate 公路，将提供以下服务：美国报关行、墨西哥报关行、拖车及卡车停靠、货柜装柜及卸柜、货柜连结、货柜储存、并装及分并装、卡车排放烟检测中心及修车服务、汽油及柴油的供应站。在神圣露西亚运输，我们为您承诺，每一个服务都是为了您的安稳及满意，都有我们的品质保证。神圣露西亚运输公司